妈，你叫我买白菜跟豆腐，今天做什么呢？那我给你做一个你没吃过的，我们那边家常面，连饭带菜都有。连饭带菜，还有饭呀？有啊。不是，意思是连主食带菜都有，不是米饭。哦，啊，对对对，饭是标志，饭就是米饭。哎，对对对，需要的食材有大白菜，买的就是这种白菜啊，行啊，没问题，就是和我们那那个大白菜长得不太一样啊。然后还有这个，然后豆腐是一种普通的豆腐啊，板豆腐这种。行，只需要这两个吗？白菜、豆腐，有粉条。哦，对，我们家有粉条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先去拿粉条。啊，我一看家里边有这个宽的和窄的粉条。嗯，对，我之前买的，我本来想给你做的。我想用这个宽粉条给你做一道菜，你没吃过。这粉条是硬的。硬的，我提前泡上了。哦，对对对，得泡水。这得泡好久，要不就得炸一下。还炸一下？炸的意思是用开水焯，不是用油。我就知道你听不懂。对对对，炸一下。这不，我提前泡的这个，泡了有3个小时了吧？哦。我看现在倒是软和点，但是我怎么觉得还是有点硬。泡透了以后，才能和那菜一起熟到一块儿。哦。下面先干嘛呢？下面我该和面。怎么还有和面呀？就什么呀？今天棒子面儿。哦，这咱们那天去万来什么？啊，什么来星？材料行。啊，对，食品材料行买的。给你们。来来来。这个、粗的是吧？粗的，我粗的玉米面。玉米面粉。对。就是玉米晒干磨成粉的那个东西。棒子面。对对，我们说棒子面。棒子面。它有细的和粗的，我们这次用的是粗的啊。是不是要蒸饼子呀，妈？不，蒸饼子你没有屉，什么都没有。哦，我们没有蒸锅。我就给你们贴。哦，贴饼子，啊，贴饼子比就比较像咱们上次去那东北的那个，哦，叫什么玉米饼。拿水的。啊，要什么水？先注意点呀。这是开开的吧？哎，先注意哦。开水，看着这滚烫的啊。还得用开水烫啊。我又没见过了，我又是只吃过没见过。这个味道好像有闻过。闻过吗？嗯，其实挺香的。它搅到什么程度啊？不，这就行了，这就行了，就搅透的就行了。搅透。好，这个就行了，那叫它歇会儿吧。这个就是用开水把它拌一拌，嗯，拌透了，然后就这么放着，什么调料都不用放啊。一会儿放上点糖，啊，五香粉，明白？有糖和五香粉。我怎么觉得这么？不是黑暗料理吗？拿着它，盖上它。盖上拿什么盖？拿个盘子盖上。我就是盘子，你是盘子，你咋是盘子？吃得了这一颗白菜吗？咱们我真的吃不了，就吃这点啊！你一不小心就会做的太好吃，像上次的焖面一样，谁吃够了呀？就那么一人一盘。我这个多走。你看的好认真呐。这锅也像白菜。你记这个方吧，小一点。方吧。这个方。方。你们叫什么？梗。好，白菜梗。丫头，你在这干嘛呢？等着捡漏。咱们天生掉白菜，看了半天，知道今天要做什么了吗？白菜、粉条，还有豆腐，还有肉，还有肉，还有肉啊！对，猪肉白菜炖粉条。对哦，白菜梗的部分把它掰的小一点，对，然后白菜叶呢可以大一点，没关系。我把这个肉紧了一下，焯一下的概念吧，也算焯。小火，精神小伙。这是刚刚准备好的葱蒜，还有什么？有辣椒。备用。不那么多洗涤灵，油点就行了呗。又别说了吧。这锅油我多加一点，我怕洗不干净。哎，要是说做这道菜的讲究，就是猪的后臀尖。后臀尖。你们这个这是肋着板，这个词儿都不好上综啊，是不是听不太明白？听明白。妈说最好的是用猪的这个部位。对后腿。对对对对对，这块。哎，对。但是呢，咱们这次选的是猪的这个部位。对。对对，这个部位明白了吧？现在明白了吧？嗯，做这道菜要留点猪皮，好吃香。人家是肉和皮在一起的那个，咱这是分离了，皮肉分离。就根据家里边食材来啊，切成肉片嘛，肉块。根据这肉的情况，这个炖菜的就不用搁酱油啊，搁什么再腌它了啊。啊，不用提前腌，因为到时候会一起炖。拿油，起锅烧油了。锅里头，好嘞。高丽头是吗？哎，妈没看过那个抖音的。先搁上辣椒，叫它出个味儿。你害怕？啊！哇！开店了！这才叫大厨。有一个酱油，
哇哦，豆浆，香，料酒，先做料酒。我拿菜，白菜。这是什么？上色。老抽上色。假白菜。加上水就好了，是吧？加水，加热水。粉条，别紧张了，师傅啊。结果老师傅决定先煮一下粉条，因为泡的还是不够软。粉条如果不软就不好吃了，所以随机应变。现在煮一下粉条。那菜的话就先小火，粉条大概煮了一两分钟吧。哎，就比较软了，但是还是得先泡，泡完了再煮。对，没有抽油烟机，我们只能手动的。刚刚炝锅有不少的烟啊。哦，粉条下下去了，我感觉颜色有点深的，老妈，真的不会深吗？不会的。豆腐，你们这白玉豆腐啊？不是啊，普通的板豆腐。炖不烂吧？炖不烂。炖烂你就喝豆腐汤。哦，香啊，闻到那个白菜味了。大火，不知道几分钟？还要计时吗？我决定，我们三几分钟就行。三十几分钟。妈妈说给它上饼子，我拿糖。这个是糖。还有五香粉是吧？不要五香粉，又不要了。我就说要嘛。不搁糖，搁五香粉。哦，就是或者是搁糖。二选一。有三分钟了，悄悄，哇吼，多么漂亮，熟了，多么好吃，哇吼，大火收收汁儿，哇塞，嘟嘟嘟嘟嘟，这真有那种东北铁锅炖的感觉。哦，这也是铁锅，这也是铁锅，台湾铁锅，哎对，这是桃园铁锅，蛤蟆铁锅，看着有食欲起来了啊，嘟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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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个就可以断火了。这个猪肉白菜炖粉条做好了，然后我们现在来做主食，贴饼子，看自己家做一个。还有这道是，这什么呀？这什么意思啊？用水啊？哦，对对对，人家也是这样。哦，这什么目的呢？就是叫它光火了呗，用点油，就是润个锅吧。哦，这小饼子，哎呀，没看到手势，等一下第二个再看。哦，就这样贴进去，来来来，快学一下手势啊。抓在手里，用水来回左手右手倒一倒，拍一拍，让它圆圆的光滑一点啊、哦，就放在锅里面。哇，好快啊，一下这么多个上来了啊、哦！真的是在家自己贴饼子。其实贴饼子应该贴在这个锅边上。哦，对对对对对。哎，那你咋不贴那锅边呢？咱们这火哪能烧？咱这火太小，火跟锅都不够大。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们分开做，分开家庭版。对，人家难怪人家东北铁锅炖都是在那大铁锅旁边，是吧？来盖上它。好，上盖儿。我先试着翻了一个啊，火候还是不太到，再等等，再盖一会儿锅。你们家这锅主要是太阳式，谁家锅不是圆的？你们家分那个方，哎，这就可以翻了、哦。正常应该是用铲子，我们忘把铲子拿过来了。哦，漂亮！哎呦，贴饼子出锅啦！感谢我们的大厨。哇，这是饼子，玉米味儿，淡淡的香味。对对对对对，刚好这个是比较淡的。配咸的、哦、对，做的那个粉条跟白菜，哎对，挺、哦、吃的哇，色香味俱全呢、啊、哇塞，又是营养美味的一锅，噔噔噔，这就是一餐美味的一餐，试一下它 QQ 了没有。嗯，软了吧，粉条子好吃，是吧？嗯，好吃。味儿怎么样？薄咸的，不会太甜。你们要是愿意搁点醋，再搁点醋。嗯，对，通常我在家的时候，我妈给我煮了这个菜，我都是要再加醋。有猪肉，有白菜，有豆腐。对，哎，饼子你就可以蘸着吃，就用手拿着吃。哎，对对对，用手拿着。好像锅巴啊。有一点外焦里软那种。那个。尝一口。这样尝一下。香。没味道。没，甜甜的吗？有甜味吧。不太甜，不太甜啊、哦，淡淡的，真有玉米的香味，是是是，就是外面脆脆的，里面中间还是软软的，是是是是是，酸，哎，对对对对，怎么样？好吃，你也吃吧，哎，我想、啊、先你们先尝尝，这个
又是一个没吃过的家常菜吗？嗯，对，家常菜。你们家常菜怎么这么多不一样？我妈妈就是特意选你没吃过的，我们那边比较特色的家常菜给你做嘛。这菜搞得挺香的。哦，对，鸡都在菜里面。是，白菜很香。嗯，不知道，加醋。脆脆的哈，脆脆的，嗯，这就是当干粮当主食啊，主食，这就是菜，菜，嗯，非常筋道，嗯 ，Q Q 的，嘿，炒块豆腐，好，嗯，豆腐也吸满汤啊，嗯，这是一道吸汤的料理，吸汤汁的料理，豆腐吸，白菜吸，白菜吸，粉条也吸，你觉得可以吃啊，所以关键就是你这个汤，嗯，要煮做的就是好吃。不错不错，你在这坐着呢，香不香？大伯闻见香味了，咪咪闻见香味了，不让你吃，生气了。看这香吗？哎呀，香香的呗。嗯，而且吃这个比较健康，因为它是粗粮。哦，对对对，属于粗粮，对肠胃道其实是比较好的。再来一碗。嗯，我觉得主要也是咱们太久没吃这种，是吧？没吃过，我太久没吃过，就觉得特别香。新鲜，嗯，对我来说还是新鲜，嗯，看着粉条，嗯，但其实这真的就是普通人家普通的味道。我们那冬天喜欢囤大白菜，啊，老是，冬天就是白菜粉条，白菜粉条，这算是冬天特餐就对了。对对，因为咱冬天产大白菜，啊，嗯，但是初一就配饼，有的配菜米饭，嗯，对，都行。或者是酸菜粉条，嗯，啊，酸菜粉条，那肉吧。